胡景存。可以的，两个监听器。船上应该没人吧？我觉得。好吧，船上有人。等一下再锤吧。两个箱子，肯定有个紫色。应该反着去的。干嘛呀？搞点 VIP。这么多打的空姐啊，难受了呀。不会你挂了吧。电机修的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后面躲着，考耳鸣啊！神经病！捡个弹头。这是想干什么？
别人。 那你今天别想走了呀。默契的对手。